赵丽颖片场小细节，明星觉得稀奇。冯小刚说，照这样他会红一万年。2016年，赵丽颖被封为金鹰女王，当时还有一群喷子喷，凭什么是赵丽颖？但是这几年赵丽颖用自己的作品实力说话，并且实力圈了很多粉。赵丽颖这两年不仅拍摄了不少好作品，而且在片场的赵丽颖也是实力圈粉。下面小编盘点赵丽颖在片场的小细节。片场一位群演透露，赵丽颖在片场很低调，很少要助理帮助，自己打伞，自己去取盒饭，没有任何大明星的排场，如果不注意都以为是一个普通的群演。还有一位网友也是看到赵丽颖拍戏，说赵丽颖拍戏时很认真，每次都会准时到达现场，从不会迟到，有时候还会早到，坐在角落里默默连台词。很难想象这是一个当红的女明星，如此努力的赵丽颖在娱乐圈也是获得一致的认可，就连外号小钢炮的冯小刚都称赞赵丽颖演技好，还有现在很多年演员没有的职业操守，这么努力的赵丽颖一定能红一万年。